兔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？我学会钓鱼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你快钓一条给我看看。你番茄炒蛋放不放糖啊？当然不放啊。什么？番茄炒蛋不放糖能吃？你在说什么鬼话？番茄炒蛋为什么要放糖？好，你被钓鱼了。靠，你说的钓鱼是指这种吗？谁说在网上钓鱼就不是钓鱼了？我跟你讲，我还能钓。那你再来，我不信我还能上当。今天早上我路过一家早餐店，那个老板居然在卖咸豆腐脑。什么？豆腐脑不吃咸的？难道你要吃甜的吗？还好你又被钓了。可恶啊，我不会再上当了。下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说甜粽子和咸粽子了？我天天说我两个都爱吃啊。粽子不是吃蛋的吗？蛋的要怎么吃啊？不好，我又被钓了。不行啊，兔子，看样子我要锻炼一下你的糖压能力了，不然怕不是天天要被人当。虽然但是我觉得你在针对我。少废话，开始啊。 Him 是不是不存在？ Him 是同人二创的产物。听说用萤石大宋传送门可以把玩家传送到天域。假的。 Dream 作弊了。确实有开模组，但是别人已经道歉了。呵呵，小儿科，就这种陈年老梗想钓我鱼？听说裤子昨天跟好几个女孩子一起出去玩，被粉丝看到了。我才没有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